Hello， 今天早上我们还在这起案例吧。那么今天的消息是什么呢？首先呢，我想讲一下今天的天气吧。那么今天早上，因为今天是日点吧，日点就是星期日啊，还有星期天。每个星期日，我走去外面走一下，那么我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？其实我去上面啊，去上面，你说上面什么是上面啊？因为我住在这个这个市，然后市就是我们可以说这个地方怎么说呢？在汉语，比方说你有山啊，你有山，然后两个山，然后这一些山呢，在中间吧，在它们的中间有一个比较低的地方吧，啊。那么我们在这儿住在这个在地的地方，就是就是我们住在的地方吧。好，那么因为今天是星期日，还有呢我们的天气不是那么不好，不是那么我们没有下雨吧，所以我去上这个山吧。但是这个山呢不是那么大，还有不是那么高，所以我会走那边然后差不多40分钟可以到我想去的地方吧，然后完了以后会回来啊。然后这些是40分钟，应该用40分钟回来。好，但是呢今天我不会去我平常去的最后的地方啊，因为呢还在这个问题吧。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因为有些汽车还有那个摩托，然后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，出这个在天空吧，在天空不好的东西吧。然后如果你这些东西入你的眼睛啊，被你的眼被它给你不是你的眼睛变成不好了啊，所以我决定我不要去我平常去最后的地方吧，所以我回来，然后可能下个礼拜我会再去外面吧。好，那么我们就在听着这里吧，然后继续练习。好，谢谢。